小小防灾士3.0计划是由豆点创意剧团与高雄文贤国小，我们是文贤社区的防灾士，以及湖内防灾协作中心合作执行。本计划的特色在于剧团与社区防灾士的紧密合作，需要经过多次的会议、学校场刊以及线上沙推会议的前期筹备。防灾士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的评估，还要确保知识性，展现防灾士、剧团以及学校三方合作的特色。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12月14号，礼拜四。那今天我们是配合这个文贤国小小小防灾士的演练，我们是湖内区协作中心志工中心的那个团队，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演练，今天希望能够把这个任务呢能够圆满的完成。想跟大家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旅馆，知道旅馆叫什么名字吗？穿山甲旅馆，没错，那我们是接待的人员，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穿山甲旅馆。你好，欢迎光临穿山甲旅馆。那你们都有拿到了住宿券，那住宿券呢？等一下呢，我们要拿到柜台做 check in 动作哦。check in 的时候呢，你的住宿券会交给我们的柜台人员，然后呢，你会拿到一个手环，手环有不同的颜色，总共有5种颜色，每一个颜色呢代表不同的房间，所以呢，你可能会分到跟别人不一样的房间，不同的颜色，你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谁跟你一起住同一间房间哦。非常欢迎呢你们进入我们的穿山旅馆，今天你们可是我们唯一的贵宾，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晚上住宿就是特别为你们而开的。那为什么叫做穿山甲旅馆呢？因为它本身挖的洞非常的坚固，它根本就是一个避难所。那个衣柜里面都有防灾背包，好的防灾背包呢，就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一拿着就可以出来。我们现在我的示范背包呢？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客人吃的这个有效日期是什么时候？2023年8月20日。8月20日，已经过期了。好，那我们来继续讲我们的防灾救灾这个背包里面应该有什么啊？待会你们在房间里面的背包就有这些，来，这个是呢雨衣。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是有防灾，就跑出去，正好下雨怎么办？我们有雨衣，还有干粮，这是我们待会要耕种的干粮里面的这个过期的，千万不要放进去哈。好，还有这个呢，这个是呢紧急的医疗包啊，紧急医疗包就是如果你有里面有 OK 绷啊，还有简单的东西可以清洗伤口的，可以带。你开始了，我们的这个防灾衣，请大家把防灾包带在。
这附近可能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立即成立社区防灾救护中心。现在外面状况不明，我现在收到一份那个外面来的影片，请川川开始已经好，真好，外面来新闻消息就是来我们的监控系统。现在警察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刚刚发生大地震的高雄湖内区。刚刚呢，就在不久前呢发生了5级地震。大家快看啊！现在这个，天哪，天哪，这个房子都倒了，是一片狼藉。天哪，从二楼变成一楼，变成四楼，好，大家安静哦，情况紧急了，我们现在必须要马上成立5个那个救灾分工小组来协助处理救灾的工作。注意群组，来，再过来是关怀救护组。好，关怀救护组，请站到关怀救护组。准备抢救组，风暴疏散组，后行政后勤组。好，所以就会有分成这五个，但刚好除了分5个组以外啊，各自的那个任务都不同，责任也不同，要各自分工，大家要相互的合作。快点把平面图贴起来，我们尽力了，不要拉起来，等一下要让人家进去，背着背着广播。文贤社区的居民请注意，刚刚发生5级地震，造成一些建筑物的损坏，如果需要避难，前往穿山甲旅馆避难，有受伤的居民也请到建筑中避难中心的医疗组处理伤口。来，这是手套，手套，每个人都戴霜，因为有时候你会去搬东西。那边有人受困了，我们去救援吧。走右边，走右边，哎呀，出上去了。不知道，他喝醉酒了，爬上去。然后突然地震，你要另外一只手，因为他说，哎，好，他脖子也受伤了。看到有人被这个箱子压住了，然后我们要先确认他还有没有意识。我们先帮他把箱子拉好，好不好？来，这样拉不动，所以我们要有个人去扶他。我的头很痛。等到准备抢救组能救到，你要救我们。目前前往的小朋友，柯梦丹，27岁。来，走这来，小朋友走这来。来，到这边。先到救灾中心啊，先到救灾中心。好，那麻烦你们了。好，这边。插上去以后，这个灯有个灯会亮，就表示有电；没有的话，就是没有电。哦，这是。来，你看，我把它那个插到这个电源里面以后，有没有？有没有？厨房在那边，但是厨房是危险区域，不能去。带这位姐姐去行政后勤组拿东西给她吃。扶着姐姐，快！找到那个我的老小孩。来，你先把你的防灾卡。不拿先放我一下。我跟你讲，我家的老小孩长得是黄色的，然后是大型犬，那个拉布拉多。好痛！你紧张的话可以抓着我手。谢谢。
这个手电筒哎，我没有咖啡，我现在会没有精神。哦，我叫做鱿鱼丝，我是一个孕妇，我的爸爸叫游泳池，我的妈妈叫红绿灯。不知道现在大地震，他们在哪里？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爸爸跟妈妈吗？62就坐轮椅啊，就坐轮椅。啊，龙哥去看你啊。所以有没搞现在最高的哦？无啦，我进来哦，平安的。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你是哪一名的？你待会就写上去，你是哪一名的？然后我在活动前有没有先玩过小小防灾式的独立事件？如果有，你说有几个人玩过？你们那组几个人玩过？你就写数字。如果没有人玩过，就写零，啊，就帮我写零，啊。然后第三题呢，觉得今天任务困难吗？啊，你们大家可以投票表决。困难不困难，还好啦，非常简单。好，你在上面，非常简单。对啊。执行任务中发生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你们把它写下来，或者是画下来，都可以。因为待会要分组报告，我是高雄市湖内区文贤国小的学务主任周时东，很高兴我们跟防震赈灾基金会还有豆点剧团合作，那看到我们的学生将他们这多年来防灾的这个经验，那融入到成为一位小小防灾士，那可以让他们更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说我们老师平常在做防灾的各组分组的一些工作。那今天也很感动的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发挥了平常看不到的一个主动的表现，尤其在关怀伤患以及在准备环境物资这些他们的这些行动行为几乎跟我们大人没什么两样。好，所以我想说这个活动跟赈灾基金会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值得的，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将小小防灾士这个理念可以推广到更多学校，更多的学生可以去使用。那今天很谢谢各位小小防灾士的这个。我是高雄市湖内区灾害协作志工中心的主任，我叫王进义，由社区开始培力社区的这个防灾志工。我们社区每年都会办这种培力训练。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参与这个防个小仔防灾室，是我们的荣幸。然后看到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的活泼，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比大人的热忱还要多。今天可以教小朋友伤口的清洁跟安抚伤患的心情。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把很沉闷的那个防灾议题变成很好玩的行动剧。今天也教会他们就是怎么样在遇到这个灾害的时候，然后可以去救助旁边的伤患，这样在这样的体验当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个防灾的知识，我也觉得很棒。谢谢。棒不棒？棒！快过来，快过来，还少一个。